今年咧，劳力士咧就全新推出咗一隻揾石面嘅 Daytona 新款啦。咁呢个系列咧，分别系有白金、黄金同埋永恒玫瑰金三款嘅揾石面 Daytona 嘅。咁今日啦，我就好好彩啦，手头上就系一隻白金揾石面 Daytona 配胶带嘅。咁其實大家追翻去2003年咧，就會發現啦，當年咧佢哋已經出咗隻白金配隕石面啦。咁分別係有鏈帶116509同埋皮帶嘅116519兩個版本。不過喺呢個之前咧 ，Daytona 嘅隕石面咧已經停產咗一陣噶啦。不過最近品牌就推出咗唔同嘅隕石面，例如 GMT Master Two 嘅126719 BLRO 啦。但呢幾年咧，其實有唔同嘅品牌都出咗隕石面啦，例如白爵即加同埋 LV 等等嘅。咁我哋睇翻佢嘅陨石面盘先啦，其实佢成个面盘咧唔系净系得陨石嘅 pattern 啦，而系成个面盘嘅材质咧都系用咗陨石去制造。可想而知咧，就系外太空嘅一啲碎星啊、小行星或者流星体咧，穿过咗大气层跌到落嚟我哋地球表面嘅一啲碎片。陨石面之所以咁吸引人，除咗佢系一种得来不易嘅材料，仲要系佢每一个陨石面嘅花纹都系唔会一样，睇起嚟咧就会好特别啦。咁所以今次劳力士采用咗陨石去制造 Daytona 嘅面盘，就可以令到每一只 Daytona 都系独一无二、无可取代嘅。